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只要不为自己坚持，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先决条件不为自己，当然为所有的人可以，这个里面包括你自己。所以，我一直相信，啊，从一开始其实大家认为我在吹牛，我都相信何时会停，啊，虽然停了，我们还是要监督，但是一二三我们要让它停，啊，可是很多事情不能停，台北市的进步，台湾的进步，因为我们已经停滞太久了，那个刚刚罗文嘉来，其实那一个部分是我其实一直最关心的，就是台湾的农业问题。我们一直废农去帮助工业发展，其实是杀鸡取卵，因为农业是我们的根本。台湾是一个很会种田种水果的一个地方，很多厉害的农民啊，那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出到力气去帮忙啊，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下去啊。我觉得我们一直有新的课题，所以五六运动也一直不能停啊。当然我希望每天都大家都快快乐乐吃吃喝喝啊，而不是一直在街头。但是不得已，我们在街头我们也要吃吃喝喝，我们还是要心里面保持很快乐，还是要很有力量啊。我们反正我们定位为温柔而坚定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达到快乐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。因为像现在政府都不愿意增加税收啊，为了选票，可是越不增加税收，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要负担更大，因为所有国家的欠债是我们的后代要偿还，一定要还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要多贡献。其实政府增加税收不是坏事，是大家平均去分担我们已经积欠的一些债务啊，已经积欠太多了啊，大家不要再自私啊，很多事情我们得调整心态，但是重要，2015大家要快乐啊，谢谢。